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九届应世杯世界围棋锦标赛的第一轮比赛。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很高兴邀请到了曹大元老师和我们一起呢来欣赏这个应该称为围棋界的奥运会这样一个非常大家非常关注的赛事。是的，这个比赛被称之为是围棋的奥运会。对，因为它是四年一届，跟奥运会是同步的。对，因为今年的话，因为特殊的原因，东京的奥运会是延到明年了，但是我们围棋的应世杯今年是依然如期开赛了。没错，应世杯一方面是四年一届，同时因为它的规格呀，特别是奖金特别高哈，所以呢大家对应世杯感觉是一种另眼相看的感觉，是吧？对，这个奖金特别高，等一下再说，现在我们看一下比赛的赛场。这是今天的这个开赛的画面啊。这个是中国棋院的比赛大厅。西二好久段。就一会儿我们就要先介绍这盘中韩的一盘关键战，西二豪对申真旭。那么也是因为疫情的影响，现在我们很多比赛都是网上线上进行。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棋院大厅二楼大厅是坐了11位棋手，这个应该也是疫情有了疫情之后中国棋院的比赛大厅第一次的围棋比赛。这样采用了一种线上的比赛模式啊。我们看看，挡一飞一九段。应世杯对每位棋手来说大家都非常重视，因为机会太难得了，四年才能轮到一次。对，应世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大胜负。那么前八届应世杯我们也知道，这个前八届当中是前四届是韩国棋手啊，四大天王一人拿过一次冠军，之后的后四届呢我们中国棋手拿了三次。年轻的小将谢科，这是杨鼎新。对，杨鼎新现在也是我们中国等级分排名第二位。我相信这些棋手做的第一人。对对，坐在这个现在不是棋盘前了，电脑前啊。对，对这个围棋界的奥运会的向往啊，大家其实是看起来非常的心如止水，实际上大家都是非常向往的。是说起这个比赛啊，就是实际上它是88年开始的，是第一届。是现存世界大赛中最悠久的一项比赛。对，当时跟他同期进行的是同一年开赛的是日本的富士通杯的比赛，现在已经是这个比赛已经停办了。对，所以应世杯从各个方面来说，各个角度来说，我觉得都是要被我们这个非常的重视，是吧？是是，尤其是当年吧，你想1988年的时候，他的奖金的规模跟现在是一模一样。其实这个奖金规模放到今天来说，不算特别了不起的一个奖金，40万美元奖金也挺多的。对，是，但是它是四年一届的。对，当时的话，就是放在中日韩任何一个国家的话，40万美元的奖金都是相当高的。曹老，你还有印象？当时就是听到应世杯要举办，然后听到这个包括这个奖金宣布这个具体的数额之后，您当时第一感觉40万美金有什么概念？这个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是这样，就当时我们国家的政策是就是不只是这个政策，不只是对我们就是棋手，是所有的我们国家的运动员，所谓的你得了大奖赛的冠军，当时是国家体委，当时叫国家体委的文件规定2000美元封顶。所以他其实2万美元也就可以了，1万美元我们也拿2000，40万美元我们最多拿2000美元。对，
这样的。是。不管怎么说，2000美元也不少哈，而且呢，这个最重要的是一个对对对世界冠军这样的一个荣誉。那是我们当时80年代的时候，或者是9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真的是为荣誉而战。没错。奖金的话，你说就是拿了冠军，也就是2000美元。我怎么当时好像还有一个说是10000美元的一个没有，就是最多是2000美元啊、对，当时第一届首届应试杯的时候是聂卫平老师拿了是亚军，输给了曹勋炫嘛，他是拿了10万美元，就不是他拿，就是亚军奖金10万美元，他也是拿了2000美元的奖金，这也是一段轶事啊。对。好，那曹老，我们要不然今天先进入今天这盘棋局啊，是由谢晓豪对韩国的第一人申真谞。好，我们进入棋局。对，这个虽然现场比赛呢也是有一个猜先的一个过程，这盘每盘棋都要猜先，是经过猜先呢，是谢晓豪是执白棋。这个在1988年的时候，当时采用了这个应试规则，是确实大家是很不适应，特别的觉得这个规则特别的超前，很超前。当时，黑贴八点，贴八点，88年就贴八点，88年贴八点，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的中国围棋规则，贴那个三又四分之三，基本上是一样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啊，就是这样。但当时大家这个规则还中国是贴2又4分之3子，对。就是五目半，相当于对，是的，是的。日本也是5目半，对对，所以说白差2目半，差别很大啊、所以当时的话，当大家的感觉就是拿到白棋，觉得好像就是半盘棋已经赢了，猜先胜是吧？对，但是实际上是远远不是这么回事。但是下起来发现并没有想象中。其实第一届的话，当然这个数据不见得绝对说明问题，但是确实是第一届应试杯的时候是黑棋的胜率高。这个可能也有点心理的。心理完全有，就是下白棋的时候觉得怎么下好像都觉得形势不坏，下的。白棋的话反而会下得特别的缓，下得有点保守啊。对、到现在了，其实这个七目半中，我们改为这个大贴目之后，我们是3又4分之3子之后，其实胜率倒是没有做一个这个官方的一个明确的数字，但是基本上是一个持平的一个状态啊。啊，是吗？我这个我好像持怀疑态度。是吗？但是其实从我们围甲比赛的主将，就是可以选择黑白棋这一点，都是现在都是默认，就是主对方可以选的，不是更愿意，就是没有拿黑棋了，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不好说，就是今年没有过哦，去年可能也没有过，那就说大家还是认为啊，都是喜欢黑白棋要稍稍的有利一些，但是有些棋手呢是觉得是没关系的，就是像我们山东队的几个队员，经常他觉得下黑棋也可以，但是呢，但是因为他的对手可能绝大部分会喜欢下白棋，所以呢，他如果我们山东队的队员哪位担当主将的话，他也会下白棋，哦，也会选择下白棋，是这样。对，而且呢，这个按照这个黑白的。这个优势来有一个 AI 给了一个数字，对，这个是吧？所以这个应该比较对客观一点，是吧？这个 AI 决议呢，就是在黑贴七目半的情况下呢，起始胜率黑棋下第一手，当时只有41%。对，就是白就是黑的下一手之后，这现在黑棋的胜率是41%，就原来还稍微高一点。然后我觉得它随着它这个进化之后，黑棋胜率又降了一点点啊，一开始43%还是44%，后来现在变成降到了41%。所以现在我们假如说看一些人工智能的对胜率的判断，即便比如说黑棋也好，白棋也好，有个20%、30%，实际上这个形势是相当接近，还好是吧？对，是还好。前不久我们是进行了就是中国的华为手机杯的围甲比赛，这个是面对面下的，对啊，这个下棋局也出现了很多精彩棋局，但是有很多的棋局，也就是下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通过我们旁边的几个教练通过 AI 已经判断出来了，比如某一位棋手形势很不好，他胜率可能只有20%左右，甚至还不到一点，但是
赛后问他，他一路自我感觉很良好。确实，可能差的话微乎其微，可能他如果说只有20%胜利的时候，他可能也就差个半步。对。所以在不看不会超过一目半不看 AI 胜率之前，可能那个形势判断啊，出入会比较大，对，比较大，确实比较大，好，曹老，那我们还是回到棋局，好的，这个小木他今天下了错小木，申真旭对选择了错小木开局，这个最近不是太多见，申真旭现在。已经是他的等级分在韩国已经是超越了朴廷桓，超越的比较久了，对，有多久了？我觉得有小一年了，对，差不多，我觉得是之前他们两位一直是交替哈，你追我赶，这一次申真旭是保持第一的这个位置时间比较长，是，并且他的等级分好像领先的比较多，对，他申真旭在韩国的现在等级分的领先的这个程度跟我们柯洁在中国领先程度差不多，没错，对，就第二位，现在韩国第二位的是那个朴廷桓，还是好像一时半会儿还追不上，好像这个领先优势不断的扩大，对，还在扩大，而且毕竟申真旭更年轻啊，好，他是挂了之后现在手脚，这也是一种节奏啊，有一种节奏的感觉，先挂一下再手，单手也没问题哈，单手也正常，对，是，好像挂着一下，应该是不会亏的哦，是吧？交换两个，无论如何说，以前的判断来说，如让白棋下的话，一手就是手脚了，因为你现在的话，白棋第二再下一手就下不成那么好。我想现在 AI 也是这个判断，挂着一下还是便宜的。我现在觉得前面至少前十手完全相信这些高手，他们对 AI 太熟悉了，尤其是申真旭，申真旭简直是有点可怕，我觉得，对，就是大家知道他深宫智能，就是他和那个 AI 的吻合度啊，在高手当中都属于比较突出的，对，我觉得一方面是确实棋高，是，另外我觉得他应该也是非常用功，就不断的在拆解这个 AI 的一些变化，在他用功程度，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值得我国的年轻棋手学习的。这次他在围甲的一盘棋，在主将战之中，有一盘棋的前46手棋下到第46手，他是白棋，他只用了1分钟，太熟悉了，对，太熟练了。基本上都是就是 AI 的第一选点。那太强太强，这个一方面呢，棋局呢能够更有利，同时呢节约时间，对，留在这个中后盘。是的，我们围甲只有每方2小时的时间，还是有点紧张的。对，这个现在都是定式化的下法。对，挂角，这个依然也是定式。这个现在星位挂角好像很多都是在。尖顶哈，很多尖顶，对。跳，黑棋没有选择拆回去，他还是下的比较积极。他直接就对，这是先发制人。拆回去的话，他是拆低的好一点，高的好像这个结构不是太好。这个高的拆三的话，这两个打入。都不好对付，这个缝隙也有点明显，好像还要猜的话是在这里。不过这地方让白棋先动手呢，下边以后黑棋再行棋的话就比较被动。是这样的话，白棋的这个结构比较舒服啊。下边这一带比较满意，所以黑的是下在这儿，实在。这棋假如白的从这里进来的话，它这一带。就先发制人了，就多一步棋了，在作战总是有利的。对，比如说你再走在这儿的话，他比如说先再走这一步，他可能以后通过战斗把这一带的焦点模糊了之后，可能这个地方他省掉了一手棋了，或者说有更理想的开拆的位置，比如说这是比如说这个地方，当然黑的不大会轻易的再走一个，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棋的话，他就会拆在这里啊，这个结构就比较好，不会当时就放在这。对，
所以这个还是季节类时期了，非常季节的一个景碧。夏尔豪是这样子加过来。这个加好像都有吧，好像感觉上气氛上这地方是想下在火能高，下在二间加，三间加太松缓。对，飞，这手棋下的很有意思。飞完之后再来点三对，对这个点三三白棋。白棋有没有想下在这儿？对，我想有没有可能走这里？他首先他没有心情挡这里啊，对，这里首先要这里总是亏的，对，这里被扳一下总是亏的啊。要排除这一档是。此外就是这个团或者就立了，对，团。团可以吗？团是不是也是他也是问一下？有了这个交换，这两个字是不是不太轻一点？他这地方啊，总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棋，是吧？不过这棋我是要靠下来了，是吧？不肯这样，或者我还是这样，还点就是。接上或者虎一个，这样白棋有点难办啊，这边有一冲断。对，就是这地方本来是白的很愉快的接上，但这两个好像被黑的便宜了一下，走到这儿呢棋形也不是太美。对，但不过这样我觉得黑的也不见得好，也不能说这黑的就好了，是吧？这下法是不是也是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可以考虑的。对，实战夏尔豪选择是立下来，这个是也很想这样下的，因为走了这个之后我们看他的后续的变化，他是在点。对，当然这个下法跟这个是相关联的，他就是不太怕白棋在这个地方接了，因为这两个交换黑的是便宜了，但是黑棋现在就是要让白棋在这里接一个。白棋应该不会这么听话，白的是走这个是吧？是，他这个是可以跳，这个是手筋的下法，接上。现在呢，黑棋不能在这里冲断，黑棋在这里冲断，正好被白棋一接，我就可以拐回去。你这个角里还要再补一个，那这外围就都支离破碎了。对，冲断太过分了，这个不行。对，所以他只能自己补活。一手棋做活。对，这个呢，黑棋算是如愿以偿了，就是让你在这里走一个。对，这个时候要补了，不补下一手冲断就比较严厉。对，那是。补的话，我在想是这个，难道他觉得这是多一两目棋？把这两个吃下来的话，这个是会多一两目棋。他是不是跟这边有关系吗？有关系，景气一点。对，你说的对。这个地方的话，这个一般，对，就一般我可以挡住了。对，没景气的话，我可以挡住了。对，这个对，这个点有关系，所以还是应该接了。接下来黑棋先手活了一个角，这个实际上有些收获，但是现在外围啊还是比较薄的。对，就看怎么处理好。他直接扳住，当然是第一杆也是最容易想饶的一个点。对，不过这地方被白棋切断，长的话他好像还能压一个。这个我再尝，再尝我把这吃了，这我不敢跑了，这算对，这样子要么拆过来还是走这边。这个黑的有点无趣好像。对，这个硬腿还是先手。对，现在对，就是说这个脚它虽然活了，但是
斑你只能做眼。对对。黑白棋等于相当于这个应对先手，这个应对先手。这个也是一路都是先手。其实对这个子没有什么太好的。想要吃好像不是那么好吃，吃掉也不大，是吧？对对。这个因为有一路的硬腿。是的。所以这棋单斑可能不太好，黑棋。对，有些僵化。所以实战我看他伸进去九段下得很灵活，他是碰在这里。对。靠一个投石问路，看看白棋是什么反应。黑棋其实黑棋也比较轻，黑棋是比较轻，比较轻，不能让黑棋太轻，我觉得要把它变重。有两个下法，一个我就往这里搬，搬这里，反正对对这棋形，我的第一感是这样。假如你从这里外边搬的话，我就简单了。虽然你是很轻，但是我吃的也很舒服。这个是白棋把你这两个子吃掉。如果你继续要腾挪的话，我好像不太怕了。这个还敢断吗？是不是啊？这个我应该怎么下？我应该打这个，打这个应该黑的就，是不是不太好？好，比如说没心情粘的。你接的话，我一虎，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力道是先手。对，比如说这个搬做眼，这都是白棋的权利。对，所以这个力是先手，几斤需要死掉的，这样已经过了。这个黑的是很无趣的。我想大概黑棋也不会断这个。断这个，把这两个子又下中了。对，他可能会起这个。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如果粘的话，它这边也有一些，将来这里有些先手。不算绝对的先手，但是在长不见得是吧？是。这可能吃的有点小，白的怕黑棋气。不过我觉得和实战相比，是不是这样吃也不错？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这个局部啊，我觉得不要给黑棋腾挪，就长，就让他下重，就让他要。其实是这样，实战这白棋是下在这儿了。他这个原意是就是很明显，就是牵着你这个，不让你轻易的转身嘛。其实他这个态度，里扳就是。吃把这个吃掉，对对对，吃掉这个吃的，其实吃的也蛮干净，对，干净的。然后外扳他想揪着他，但是呢，这个外扳呢，这个黑的有这个断的转身的想法，所以反而有这个。对，我有这个想法，我就索性就退在这。其实好像，其实真的大无所谓，我是觉得啊，这地方就拐一个，比如说。我就往这里搬，因为这两个没有，以后的话随时随地，其实这个走完，我把这个一搬就搬过了，甚至于我这马上搬一个都可以，就这时候搬一个都可以，我就这样，这个盘面下上我就这么下，这黑的也挺无聊的，就是让黑棋变重，拉着你没走到，我已经过了。我有这个，我已经过了，根本不用担心什么呀。对，你总是要在这走吧？这走棋，这走，只要你在这走棋，就意味着白棋某种程度上的成功。因为这个地方其实你走的话也走不好，不是一手棋你能走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形态出来。你走这个，我不一定马上来，但是我走这个，你总是有问题。然后因为我这个硬腿是先手，这一带你根本就没空了。我进来的话不是打路，是进攻你。对。所以这一带的厚薄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判断，因为白棋两边一路先手。对。所以其实它挺厚的。白棋挺厚的。对对对，只要它如果假如下次这种连落的话，连出去那当然就厚了。所以呢，既然白棋很厚，如果让黑棋贴着白棋这个后势上，对，后壁上来行棋，那黑棋的效率可能会降低啊。是是是，所以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局面像好像这个反而是让他下重的
就是揪着他不放的一个想法。这里其实就涉及了一个构思啊，布局怎么构思啊？对，让对方的子力子效呢降低。这个是生出头绪出来了。这样子黑棋反而找到头绪了。对，扭断十字扭断，被他转身了。嗯，其实这一代变化还挺复杂的，变化也比较多。挺复杂是，但是你比如说走这类的棋，他可能就退出去了。黑棋转身，对，看清了。哎，他现在他，你打我跑，还敢跑啊？哎，就让你跑了，我就渡过去，我就跑吧。我还能压一下。我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压到。那我单啊，对，你我单肩握了，你这个打不打？有点怕这么把我打死了吗？对，有没有可能？我有点害怕呀。觉得不妙啊，还是先压一个吧。压一个，我单压，单压我藏起来了。你不一定敢战斗这个地方。你看你这个战斗，单压我管。那我再搬下去。那我搬，你好像也动不了什么。长。哎，还能长吗？我要断你是吧？我可以打一个拐吗？可以，我那我这个你还行吗？这个在断是吧？这个我在断。嗯。白棋还没什么把握，可能真要像这样，说不定也不能怎么站住，说不定也就这么把它弃了。啊，就这样，其实这样的吃的不大呀。吃的是不大，还这两个交换好像还亏了。对。还不如搬这个接上、嗯、当时所以说这么下的话说不定也还比那他后来下法要好，对，有可能这两个实战白棋的这个选择、嗯、感觉上不是很不便宜啊。我们看实战啊，他是打，嗯，他倒是也是想把黑棋打中，我觉得他的这个思路是这样子，打完之后再压。他挡下去了，哦，对，先挡，对，先挡下去了。但是这个毕竟局部先亏了，这个子已经牺牲掉了。对，这样黑棋其实是可以做活的，黑棋在里边是能活。对，能活。然后他粘这两粘，他选择的粘上面。我还想粘在这里好、啊。我想粘在这儿，因为这一粘。这个点太明显了，这个点太不舒服了。我这个就，假如就算给他点着也没什么。对，不知道为什么是白棋选择在这里站。这个眼线是被黑棋一点啊，好像是应该下在这儿的。不过这个地方我的总体上我的感觉是被黑棋腾挪成功了，从这个压开始，白棋没有揪住他，被一断的话。可能这个局部白的还有一些别的想法、嗯、不一定就像现在实战这样进行那么简明的这个定型。但是就算你有别的想法，黑的也是能够就是说导入一种比较复杂的一个局面嘛。是。现在黑棋吃掉白棋子的话，将来活的。这个二路小尖就活了。局部这个是活的。你如果再跑一个我也可以立。诶，他是有扳吗？哦，搬我提，就是走这个是活活。现在你这个一路立先手没用了，没用，对，没用。嗯，如果黑棋可以一手棋做活，那白棋有一点落空的感觉。对，因为外边还有个头。还有头，嗯。这里可能他是接这个，对他接上面。这个、又被黑棋搬上这个头。是黑棋还不肯自己来补活。亏了，这个效率更高的，这个白的应该是亏了，因为你现在其实也是不能断的，但我正好藏出去，嗯，然后你这边把我吃，我的拐打，我再点你，你这块去哭，没错，本来没有这对子的话，我其实这个跟这个子跟这个基本上是要联络的，你主度都不太好主度，这一代白棋的选择，嗯，亏了，对，嗯。可能是我觉得白的就两个原因，就是第一这个扳给黑的有了断的这个机会，
后来这样的转这个定型，我觉得黑白棋过于简单了吧？嗯，怎么样也得想想别的吧。有点太大方了。对对。被黑棋扳，现在不敢断，从这边靠出来。啊，他是先这走几个。啊，先在下面交换了一下。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现在走，反正有可能是损劫财，然后他就靠出来。靠出来。嗯嗯。黑棋就朝中央出头。嗯。扳。嗯。这种棋实际上黑的是不是下这个也是有的。飞在这里哈。嗯。像这种棋形的话，当然是扳是大出手，不要出去。嗯。可以走在这种地方。这样的话。就是你要扳的话，我就下来。嗯。你这个要断，我就往外藏进去就算，不一定是一定是虎在这儿。对，或者黑棋觉得能虎在这儿已经满意了。当然，黑的是应该是能够满意，虎这个是绝对的先手，下一步冲过来，白棋把这个扳掉。然后现在黑棋这一次真是舒服，很舒服。白棋没办法，现在只能粘。这时候没有办法可反击，只能粘上。黑棋都知道这个。对。这样感觉黑棋很大的那个菜啊，对，黑棋基本上活了。那这还走一个活？对，就下一手棋能补活。你走的话，我是不是也是就有一个先手眼？要破眼只能跳，是吧？你跳，我走这个，我这个还能活，都至少一只眼。就是已经有一只眼了。你走，我已经还有一只眼，所以不是太怕。好像是，哎，他是不是有一？没有吗？有没有扳？没有，扳我可以对，对，也是先手一只眼。嗯，下面至少先手一只眼。那就黑的这块棋就不用太担心了。你走，我还有一个眼。对，然后这个冲又是先手，冲基本上先手。啊，冲肯定先手，他不还不见得一定肯冲。所以这外边头也在。头也出头在外边，所以一点都不怕。嗯，现在白棋是处理这个。嗯，现在对白棋来说局面呢不容乐观呀。嗯，白虎这谢尔豪九段跟金和申真旭历史成绩，他们俩下过几盘棋，但是好像这个小谢没赢过。哦，我查的那些数据，是最近下的吗？也这两三年吧。啊，包括一些围甲呀，还没开过张。啊，就我至少我看到过的啊。啊，在正式比赛当中，也是一个苦手啊。啊，对，棋手是这样的一个现象。虎，黑棋打上去。啊，打上去是非常强硬的。对。不过我觉得不管是谁遇到申真旭，这个都是一场苦战。对，申真旭现在是真的是很强，对，状态也非常好，状态很好。嗯，好，反打踢掉这个，然后再打上去，再打上去。嗯，但是白的假如不走这个虎的话，他也没棋下。对，拖了以后再立被他藏在这儿也不是。现在因为不是棋形，白棋形势感觉不是很乐观啊，他总是想下的积极一些。对，不过这个劫的话，但是劫嘛，有劫可能会多一些变化。但是你正好劫财不太好。对，就是黑棋能正好能找到一个劫财，黑棋能在这里找到一个劫财。冲肯定是一个劫财，冲卡能不能脱先呢，把上面消解。那哎呀，那他是下什么？我刚才看这个 AI 推荐好像是消解，消解啊，消解话这个胜率要好很多。白棋是吧？嗯嗯，消掉劫的话胜率要能到50。黑棋是有这个吗？利是走这个吗？对对对，利我下来的话，你再打吃？反正打他就粘上吧。
从将来还要补。对，我就补啊。就是看他怎么，还是要不然就，哎，不行。柳要断你了，可能要断你。打掉会不会给了他？他就花一手棋再打。嗯。这个还是得粘。接吧。对，我就吃过来。搬有意义吗？直接就搬过。直接搬过。很奇怪的。能搬过也。我吃的话，我就走，我一手棋花了这。那也不错呀。嗯。这个连边这样的话，全都这样的话是白棋有50%左右的胜率。反正他推荐 AI 推荐，现在还是消解好。哦。这样的话，上面消解确实是价值很大。这已经看着眼晕了，这个就不知道这个价值有多大，太大了，那提到是不是这样的话，白棋的潜力？是也会增加棋局的变数啊。嗯，当然这块儿白棋也要下决心啊。其实黑子的话，黑棋先冲，先冲在开局前先冲，开局前先冲，先冲。当然白的也给过一个变化，下在这里吧。他也给过这变化，白的会下在这里吧，他就把这个交换掉。哦，交换掉，然后打吃打在这里吧。对，嗯，你再冲他就不理了，就将来你再找劫再冲就不理。嗯。对，他不是从先从不是走到这里。对，啊，所以这里的这个中心思想就是白棋还是要消解，想办法消解。我也同意，这个，消解还是这个消解的机会更大。这个下法，嗯，实战很可惜了，白的还是硬了。对，硬了，这个，黑棋提过来，没转换啊，白棋没有劫了，没劫，全盘。这劫太小了，这已经不是劫了。嗯，都不是劫，这都不是劫，没有劫，没劫财，很可惜，没办法，他只有接上。接上呢，主要是这个地方还被白棋先打一下，这个被黑棋先打一下，这个白棋有点难办。嗯，因为这地方，假如你单下这个的话，白棋还是挺好下的，我还可以端在这里。这个也是一个转换，但是他现在打在这儿，先打。你如果出来的话，他就把直接就提掉了。对，这个提的太干净了啊，是。所以白棋还是要先二路立。二路立的话，那被黑的先打一下，当然实战他也是立了。嗯。不过被白黑棋打到一下之后，这两个交换黑棋就便宜了。嗯。因为下一步棋，这个白的也是还是要提在这里的，那么黑的现在就接上，对吧？嗯，白棋断，黑棋把这个吃掉，吃干净，很大，嗯。黑棋在右上角的变化，黑的还是获利了。尖顶黑的是利，嗯，那这两交换白棋一般来说是不会吃亏的，对，便宜一点，嗯，这个点飞点，对，飞点，嗯，飞点，嗯，下的有点腰啊，对，不，他这个棋呢正常的来说是这样，单场他怎么被他跳，他觉得棋形上他不是太好，不太好办，对，以后盖过来他还是挺难办的，并且就是搞不好他又接上先生，嗯，然后跳出来的棋，哦，所以他要求非你如果肯交换是吧，你要想出头就得交换，嗯，这两下交换不对，如果不交换，白棋真的是有可能花一手棋再铺一个，这个全部就厚了啊，整体厚，这就把黑棋全部封锁，这样都没眼位，封锁进去，这个地方，对，白棋还是有心情在这里花一手棋的，嗯，所以那黑棋想出头，打一个，对，黑棋想出头的话就打一个比较好，就不让他这个滚打包收，哦，先打一下，然后再脱线，在这里来，
冲，拿过来，冲。他时刻瞄着白棋，这块棋不活。对，黑棋也下得很厚。嗯，白棋好像还是得走啊。嗯，不走，这个被封起来，可能要自己还花手气补活，对吧？对对，受不了，所以要出头。飞下得挺好的。嗯。嗯，白棋这个。还欠手气，要立嘛？他有立下来吗？对，将来有立。他先压，贴，这打补了吧？这个他是咬咬牙虎出去了，好像是是吧？对，他对他先，他看这个是先手，他先接一下，接了，接了一下虎。嗯，这样你如果立有一个接不归，扑完接不归。对，现在你也不能先扑。先扑的话他就提，再立他一冲一接，嗯，这个黑的还是杀不过白棋。嗯，这边你要补这里，这边也打吃，或单搬下来就行了。那、怎么走都行，这肯定就不行、不过这棋当然呢，就是意味着黑棋这一带是有一些先手，对，是吧？对，然后我搬的话你好像不太能动，哎，是吧？不能办了，办我可能我立了一度过，你扑了，吃我都把这扑了提了。嗯，头有点软。嗯，这里呢，好歹黑白棋也是要硬撑。嗯，好歹白的也算是出头了，暂时黑的是不敢动在这里。好，现在黑棋拆这个也是、这是现在最大场，对大场。嗯。他也拆得挺猛的，我总觉得那地方也许他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嗯，当然不大可能往这拆，这个太小，对，是太保守了。拆到这儿呢，他觉得还是不明不白的吧，可以这么说，他还不算是空，这对方正要打落你的话还是有打落，也不见也吃不掉，对，就你再补棋又不好补，所以他就开拆在那里，走这可能白的会下在这里，对，让你看你怎么补。嗯嗯，你就算跳一个里边还是有味道是吧？对，那就算我不往这种方向来打路，这个当然我现在再打进来也不是绝对的士气啊，那我这样我总有的是吧，碰一下再一加一长，嗯，这种有的，我等于这边也便宜一点，这个先手必倒一下。嗯，所以黑棋干脆我就刚才过去了一路，但是我们看他打路之后能下成什么一个结果。对，大路、他打出来是这里。对，大路黑棋白棋是没有心情再来拆了。对，他打进来，当然你开这么大，他也是要打入的。打在这儿，打在这儿就是要瞄着这个点角。嗯，那不一定，这个一定比这个好吧？这个也是可以选点之一、是，因为我是看到了后来被黑的下出了这个飞风，它有点不好办，所以这个的话它没有那么好的棋，走这个它应该也能出去吧？对，这个也不好封，嗯，这封不住，除非是他担心人家手脚啊、那可能不至于，我觉得是吧？我跳也行，接也行。对，这两个交换总黑、白棋可以满意啊。对，是可以的。这个棋是黑的下出了一步好棋啊，好棋在这里。嗯，可以看深圳旭状态非常好啊。对，他爬了，白棋在下边苦活这个。挡在脚里。活现在是能活。嗯，看一个能活怎么样的活法，那没敢冲啊。嗯，冲黑棋站，你没有冲黑棋就粘住，对，冲也有利有弊吧。脱腿，嗯，这先手活了是吧？
对，先手做活，活是先手活，但是挺苦的。先手活，现在是不这个棋很大的，是。这一拆好像对黑棋有没有一点威胁？特别的特别的威胁好像没有，倒也没有哈，因为太厚了，因为它这个顶还是先手。是，不过这本身就很大。嗯，它是挡在这的。这手棋跟这手棋比哪个大？真是个。被他先手跳到。先手跳到没办法嘛。嗯。都不小倒是。我怎么觉得还是这个大一点？你看，我们看一下是这，他是挡在这儿的，选择挡在这儿，因为挡了之后，对这个应该也没什么威胁，黑的立。立，黑棋立，单立。嗯，白棋胡。嗯。他黑白棋这里不肯跟黑棋交换掉。对，这一顶完团是肯定是做活了。对，那他这样也活，就是。这样的话。目数目数亏，可能先顶目数好。对对对，尤其是这一代，万一被他沉目的话，差两目以上了。但是顶有点俗是吧？有点不好意思，但也不一定哈。应该也还好。这么活也能，这么活呢，比实战目数上，纯目数角度是要多一点。嗯，但是确实是，他没有顶。其实不是。他如果要顶的话，好意思顶的话，他就早就顶了。就立的时候，我就顶一下，我走到这儿，我不要走到这儿。嗯，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不是还是顶了？白棋还是应该这么下。他是不是强调这个断了？对，强调是强调，这但是现实的目亏两目了。嗯，就是万一这个地方被黑棋存库的话，亏两目都不止。他实在就是当黑的立的时候，白棋是。当然，这个棋可能也基于一个形势判断，对对对，这个形势不算太有利的话，是他觉得外边保留这个断点，就是因为形势已经不利了。嗯，他觉得这两目啊，与其要这两目，不如让黑棋稍微薄一点，可能机会大一些。好吧，但是这个黑的也太舒服了，对黑棋来说很舒服呀，目数先拿到。对。嗯，然后他是这里走了一个，嗯，这个是打吃，这个是为了提个劫吗？哦，贴，对，为了提个劫吗？这个接下来提劫应该是先手对先手，开这个劫，然后把这个拆过来，这个拆太大，确实是大，这个拆完这个就是木，对，确实是很大，这个已经下到100多手的时候，还有那么好的一个点，没错，啊，这个感觉像这个前几十手就要抢掉的，并且这个是盘面上绝对的最后一个大场，对，这个白棋太失败了，我觉得这盘棋深真旭真发挥的相当的好，嗯。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能没有什么失误啊，可能还是。那个白棋发挥的差了一点。好，白棋现在飞，对下边压迫一下，也就是也没什么，没什么，对，确实是棋倒没什么要可担心的。对，他就补呗，对，简单做活就好了。就是他认可你是先手，嗯，不过你再走大概就是后手了，不是，我还可以搬过去了。哦，那白棋。与先手交换两下，嗯，对，刺，嗯，这是白棋的权利，转上，然后他是挡在这儿，这个已经这个胜负手的意味很强烈，哇哇哇，挡在这儿，对，贴这个，按说这个子本身价值不大，嗯，他去威胁他眼位，对，这肯定是，嗯。也是一种胜负手非常规的操作，对，是不是这边也瞄着一点，也瞄着一点，肯定是瞄着一个断，嗯，或者直接断上去，我看看，直接断上去也争子有利，
有一个反而不利了、哦、啊，有一个反而不利了，有一个反而不利了，是吧？不是，他断，刚才曹老师说是不是扳是先手啊？扳也不是绝对先手，我就不理你了。啊、哦，干脆把这边先手打。对，嗯。那断不断这个的话，他先查你这个作战，感觉也不是很作战也不见得有利。对，你说下面他有眼位，这也有眼位，也不怕。嗯，这个还是下法比较。这个很强硬啊、嗯、对，很强硬。我看他打吃接上出来，哎，没什么好办法，打出来，嗯，白棋还是得扳住，先提了一下，提劫啊，对，他是这个时候提的劫，是这个时候提的劫啊，现在这个肯定也能是能提早的啊，提劫，然后他打出来，接上，冲，他又补回去了，这个不补是不是将来被爬一下？他这不是长，他是单爬。单爬只有一只眼，这可能是个眼位被卡住了，是吧？嗯，所以他挡住，花一手棋挡，挡倒是也是有跟双方眼位有点关系，有点关系。嗯、这个黑的肯定是没活了，对，他就断了。哇，黑棋也是不甘示弱呀，他跳，这两次还要练出去。他不要，他这么打没意义的呀。再把它封上去也没用，都损墨，所以他非得要把这两个字都要站出来。确实是拼了。这个没办法，只有接回去，否则被扑死。他现在又不能打出来，打了我藏出来。嗯，没其他，只有接回去。接回去的话，他是胡这个。啊，做活，他还不能接回去。对了，接回去的话，当时这块棋就死了。我这长先生，我这一跑就死掉了。哎呦，这太那个了。所以这个棋，这有点，他是自己补活，还得自己花一手棋补活，有点委屈啊。对，有点委屈。关键是黑棋不怕呀，黑棋，黑棋不怕。二路一手棋能做活，黑棋是一点都不怕。对啊，他活之前先。中府随便走一走，对，他出来了，出头，对，他黑棋哪儿都挺厚的，对，没有薄的地方，空又多，空又多，所以这棋黑的，你说这四颗白子是一个负担吧？其实是一个孤棋，是吧？因为但是现在形势不好，就白棋的胆是比较壮的。现在黑白棋啊，也不把它当孤棋，哎，对，本来的话，其实你还是很担心的，不要这个搞不好被。黑棋就断在外边了。现在他黑白棋是采取一种攻势，对，顾不了那么多了。对，打吃，小尖，这个要求他希望你压，我再走这个是吧？你下边还不活是吧？他是当做你是不活的，这个得粘，这个是得粘住。他往这叫吃是吗？嗯，黑棋他还不肯封在外边，他还不肯封在外边。他是啊，他外边也没什么意义，他可能冲了踢掉。嗯，这个确实没什么意义，但是这个也不行啊，这走的空都没有了。然后白棋搬。哎，这地方真要被冲断。对，这有冲断。这黑白棋自己太薄了。啊，这个白棋好像形势越来越不好。长胡，这地方要冲断，他得补断。要补断。那全没空啊。对呀、啊，哎呦，这个还得自己单关补。这样子，这个断这早就没了。啊、这个断是不用想了。对，黑棋，但是黑棋得做活吧？黑棋活之前越战越勇。对，黑棋活之前，这里还先便宜一下，要求便宜。他确实是不怕。
对，但这确实是他的先手啊。对，确实是不能脱先。从这个。冲。然后现在他坐火。嗯。那现在这边活了。嗯。这里有一题，你粘我就。虎一个肯定做活，对，活法多了，活法多了。对，这个刚才一直说断，瞄着断，这个现在断也不存在。不，现在还后手，你现在还在补棋，还要再花一手去补是吧？对呀、啊，不补的话，不补不是，不补我不补他这么压出来我随便压也行，我这绝不绝不是一。打了再打一下接上，不行，也有个棋，肯定要补棋。肯定来补棋。嗯，他补在这，对，然后啊、哦，还该黑棋，还该黑棋，这棋胜负没什么悬念了。他这个跳一个，啊，这个输的输的，哎呀，这个面对苦手、嗯、真是苦手，确实挺苦的。这个被。这个封上，对，一般来说呢，这个两位高手之间啊，嗯、总是像他们这个，其实水平都非常接近，嗯、总会是互有胜负的，肯定有一天要那当然要扳回来，扳回一分，是但就看是在什么比赛上，是吧？就算在围甲中也很不错，嗯，现在围甲也变成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比赛，没错，靠。全部就收兵了。这个、谢尔豪当年也是很小，年纪很小时就在世界大赛上崭露头角，但现在申真旭比他更小，真是这个后浪啊，一浪接一浪，比他还小两岁呢。申真旭是2000年的，对。这个就双方就简单的定型了，打吃黑棋这样稳稳的就能够，黑棋现在掌握胜券，对黑棋来说没有什么，对接上没有什么这个迷惑的地方，我觉得，嗯，是吧？没有什么不稳定的不安定的因素，对，没有，没有什么不安定因素，好像。嗯，这种目数都不用点了，差的有点多，对，可能不用再点目了。从进程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哈，嗯、包括像黑棋、白棋这种手段，贴了跳过来这种手段，对，并且这种手段好像还没成果。我看看他后面还下了多少手，哦，倒是下了很多，还下了一手第一局。他是接上这白的下哪里了？我看看。啊，白的把这个接回去，这个是先手。嗯，就如你刚才所说，他就补在这。对，特别安稳的两个眼看见了。然后他把这个冲过来夹住，下的也不是太多。那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完整一点哈。嗯、然后我看他是做这个大了。哦，这个还没止，他把这个挡住。啊，对，挡住。挡住，然后小接，他小接，挤，接上，应该还会挤。挤，对。啊，这个又被黑棋全收回去。黑棋的先手关子。对。然后这边大了吧？还扳，扳是先手是吧？啊、哦，扳是先手啊、哦，这个。这只能这么活，只有三目。所以说，我觉得刚才白棋。活大一点，现在来看的话，亏四目棋大概左右，我觉得。飞。嗯。立。挡住。嗯，那真是。沉住。嗯。这官子对他们都没有什么难度。这个，对，正常收官。嗯，
没有了，马上就没有。对，就是最后，最后还有几手棋，对，还去点，这得补啊。嗯，这是补，对。补的时候，哎呦，黑棋，还有一个小尖，最后还秀了一下。对，再秀了一下手筋，小手筋。对，这个是局部来说，这步是挺不错的棋，因为你把这个跑回去，这个一路扳接是白棋的。对，他这个都不给你。你如果挡，他先手挡。对，现在等于先手再把它推回来。对，先手两目。嗯。相当于逆收两目啊，双先。嗯，这样，这手棋就成为了本局啊，没有，最后一手吗？没有，还有几手？还有几手了？我看看。啊，还有这个搬，这个还有，我们再摆吧。我以为已经没有了。没有，马上就结束。没有了吗？还有吗？然后提，下到这儿是没有了。这手还有吗？没有了。啊，这手没有了。对，确实是，目数差距可能比较大啊。这盘棋最终呢，是申真旭九段执黑中盘战胜了谢尔豪九段。嗯，韩国队呢也是率先，这个申真旭是进入了对下一轮，下一轮16强，16强。这盘棋确实是平行二轮，确实是韩国棋手发挥的更好一些。对，不过我觉得，与其说申真旭发挥的好，不如说这个谢尔豪发挥的差。真的，他这盘棋这也是相对没有下出水准。我觉得这地方下完就有点被动。好，那我们稍作休息，过一会儿我们再欣赏另外一盘棋。好，一会儿见。留意信号。